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是森林湖度假庄园，一个被旅人评论奖2015并为全美排名第一最好的家庭度假胜地。 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绿色氧吧，森林湖就静静地坐落在度假庄园的中心。森林湖家庭度假庄园占地约有1500英亩，距离纽约大约2个半小时的车程，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波克卡诺山景区，四周围啊全部都是未经开垦的广阔森林。这里啊， 这里还有百老汇式的秀，舞台上展示的人物、服装和歌曲，让有那个年代生活经历的观众心里产生强烈的共鸣。别墅群就坐落在高尔夫球场中，这个老人就是森林湖庄园的主人 John。 他和家人一起经营着这个庄园已经60年了，每天早晨他都会来和客人们道早安。 So we have guests who have been coming for 50 years, two and three generations, was to encourage more Chinese families to come. 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吸引大家每一年都来玩？ 这里还有被漫旅 Travel Plus Leisure 杂志评为世界第3名的豪华 SPA。 这里虽然少了其他度假村的惊险刺激，但是有一种放松以及宁静的感觉，就好像来到了心灵的港湾。有空的时候，每一年带着家人来到这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是不是最棒的享受呢？ 森林湖家庭度假庄园，这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欢迎和期待您的到访。